此事你最是，臣请您代行长辈之职，向程四娘子提亲。小女自幼缺乏管教，行事顽劣不堪，这门亲事绝佳，只是烧伤她自己，配不上。 少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娘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她天真果敢，敢爱敢恨，是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。子胜，子胜，非她不娶。我们都是老实的闺中女子，行端坐正，哪像有些人，媚作，卖弄风情。 今日我终亲眼见到权氏的模样。少商，你不喜欢权氏吗？那是你的权氏。我这人自幼倔强，不服从管教，更不会听你的话。这样的我，你还想娶吗？当然，你陈少商就是全都城最好的女娘，全天下最好的女娘。 我决定了。